李总，我也跟你说个事儿，咱能换到明天晚上吗？我今天晚上临时要被我合伙人，也是我老板吧，拉着去见一个导演。李老板，我刚才蕊了一下我的计划表，我没看日子，那个你看周六可不可以？大家好，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。有个好朋友是最近炙手可热的青年女演员，很久没见了，跟她约个饭，还特意选了她家附近的一家西餐厅，想不到连续被放了两次鸽子。最后我决定自己去吃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吃西餐的胃口和心情了呀。嗯，这个粉色的是一个帕马森饼干搭配树莓马斯卡彭奶酪，嗯，然后这边黄色的是空气豆皮搭配葱味奶油，然后上面是一些鱼子酱，嗯，然后小勺子上是一个苹果三重奏搭配腌制的帝王鲑。 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先试一下这个小前菜，这个帝王鲑下面是有些青苹果是吗？哦，很清新。外面像个炸春卷的一个脆皮，里面有爆浆出来。嗯，里面那个爆浆是什么？葱味奶油。哦，葱味奶油。三个小菜都进行，那个曲奇的牛油的香气特别浓郁。本来我很不开心的，但吃完这个头盘，啊，我心情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了。试一下他们的三鲜面包，这个像罂粟籽的，其实是亚麻籽。面包里面有陈皮，很香的陈皮味道。我就吃了头盘跟面包，高过我的预期。鹅肝塔，对，是我们用香草和干邑白兰地腌制的鹅肝，嗯，然后这清鲜之后制成一个鹅肝塔，然后里面还搭配了，里面搭配的是口蘑片，提升一下香气。哦，这一片面是口蘑片，对，就是口蘑片，哇，鹅肝片，嗯。有意思啊，这个把口蘑拼成一个花朵的形状，生的口蘑片，中间夹的薄薄的可能是鹅肝，对，鹅肝有脆片，底下是鹅肝，然后跟一些目前还吃不出来的物体，好吃，但完全吃不出来这些是什么，还有这些粉末是什么？要问一下这个粉末是什么呢？菠菜粉哦，我觉得这个厨师根本不按套路来，有他们菜单很多。餐厅都巴不得把菜单写的菜名写的很详细，用的什么材料，什么什么工艺都写的很详细。他们这里就简简单单写的鹅肝两个字，但是各种搭配、各种食材，出乎意料。现在时间很早，包间有客人，大厅就只有我一位，很配合我这个孤独的心情。是一个第二个牛油果，是我们用有机蔬菜，就是多种新鲜的有机蔬菜。嗯，是蔬菜拼，嗯，然后旁边这个绿色的是搭配的螺粉泥，嗯，上面是就是帕马森的脆片，嗯，好，谢谢。这是第二道菜，中文就写牛油果，英文有牛果、生菜、番茄、橄榄、帕马森。我的期待值不是期待值，就是心情的喜悦度，哇，本来是这样子的，现在这样子了。帕马森的脆片非常脆，这个就是一个生菜的叶子包着牛果，
的。嗯，芦笋泥哦，有松露是吧？有松露哦，就是松露芦笋泥。嗯，然后呢，在整个菜品当中的话呢，我们加入了一点点的用日本蓝黄鸡蛋，哦、然后呢制作的一个蛋黄酱，其中那、嗯、增加了它的绵软的口感，同时会加入一点点的就是坚果。哦。很好，很复杂，这个风味很复杂，很好。是的，其实它的柔软感，嗯，清香感，还有一点点的，就是一点点坚果的脆感，嗯，然后包括了在我们使用的五年陈的帕马森芝士，嗯，制作的一个芝士的薄片，然后提供一点奶香和咸香的风味，真的惊喜了。刚才跟他们的主理人聊，我问他们的主厨是什么背景，他们主厨不是科班出身。在德国学什么材料什么什么的，我已经记不住了。你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做私厨的那个好酒好菜，蔡浩他也是在国外学很，反正学什么材料，学什么化学，半途出家，对餐饮感兴趣，然后做厨师做餐饮。完全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厨师的套路，理工男的思维。我们用龙虾高汤为基底，然后加入了一些虾肉和虾脑熬制的高汤，嗯，然后是还在里面搭配了一些虾肉和扇贝，哦，然后是您就看一下这个小球球，是我们用分子料理制法制作的一个橙味高汤球。哦，您吃的时候就是直接橙味的，对，因为您看上面放了一些橙子。嗯，好，盘子很热，越吃越觉得他们的餐哇太有创意，太有意思了，充满期待。龙虾肯定像稀汤一样，连壳都打碎了，熬的这个汤非常浓郁的龙虾汤的味道。有些南瓜的香甜，吃到了一些碎碎的虾肉，上面这片不知道是花瓣还是什么， Q 弹香韧，像火腿，但这种透明的怎么会是火腿呢？这块龙虾肉有炙烤的那股炭火的香气。哇，那这个薄片是什么呢？薄片的话它也是扇贝。哦，扇贝。对，是的，我们切得非常薄是吗？对，我们用新鲜的北海道扇贝，嗯，然后薄切成薄片之后，嗯，然后进行风干，嗯，风干的一个薄片，那个扇贝的一个脆片，哦，然后经过汤浇淋之后，它会重新塑形，然后提供一点鲜甜的口感，它的鲜味会非常集中。哇，对吧？我知道那个浓缩的那种鲜味儿，就是风干的那种味道。是的，是的。您尝，待会儿您尝一下这个球球。这个。哎，你们的菜都很好，都很复杂，但是你们的菜单就介绍的太简单了。是的，其实更多的在于就是刚才我同事所帮您介绍的一部分。这个是我们新鲜的虾脑，然后呢搭配了橙，就是香橙酱，然后呢一起制熬制的一个汤汁，一个冷汤。有点酒味儿，用了君度酒之类的吗？是的，有一点点的抗生素。嗯，味觉真的厉害。吃到这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跑到厨房去找厨师聊聊天，或者把厨师拽过来陪我聊聊天了。什么？哎 ，Hello，Hello， 在录吗？对呀、啊。抓到无所。看来这家餐厅好受欢迎啊。对，是的。我完全吃不出他们的套路，就是一般厨师哎该怎么做怎么做，科班出身的。我都知道，但是这种完全吃不出他们的套路，有惊喜你就试试吧。遇到一位国际广播电台做美食节目的朋友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简洁的菜单和简洁的介绍，不知道会吃出什么来。闻到很明显的松露的香气了，这松露偏小了一些，我刚想说偏小一些像云南产的松露，但一吃这个香气浓郁，不是云南产的，
厚重的奶油蘑菇的这个酱汁，手工的意面有些手工制作的这种粗糙感，真的。松露的香气在鼻腔里面萦绕，接下来是乳猪。哇，这道1598加10%服务费，有惊喜。它最便宜的基本套餐是798一位。哇，998这个套餐的甜品是蒙布朗，我好想换一个甜品。还是烤乳猪。哦。然后上部分是搭配的是苹果泥。然后下面的烧汁是一款红酒烧汁，嗯哼，然后旁边黑色的是做成就是专门故意做成那种焦炭形状的，外面是用墨鱼汁包裹的天妇罗石蔬。哦，炸木薯和炸萝卜。炸木薯跟炸萝卜，好。皮很薄很脆，先吃一块不蘸汁的，皮非常薄，像乳鸽的玻璃皮一样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乳猪的那种骚气，所以要蘸汁试试。嗯，蘸汁之后，乳猪那股不好的味道就完全被掩盖掉，就剩了酥皮的酥香。这皮薄的透光，吃下这个黑炭天妇罗。这个天妇罗的创意是好的，但是稍微油大了一些。这是牛排之前的一道清口小吃。刚才有乳猪味道很浓郁，所以确实需要一道清口的小甜品。刚才我差点就想点可乐了。作为清口的小甜品来说，这个过于浓烈了，太甜了。你好，有可乐吗？没有。那有什么碳酸汽水之类的？我们的饮料的话是只有苹果蜜葡萄汁，有葡萄汁是吗？没有碳酸？没有。好吧，好吧，没有可乐，很健康。M9菲力牛排，现在所要帮您报的是我们法国的黑松露。好，可以展示一下，在镜头展示一下，来，好，能再跑两下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有这么脸皮厚的顾客吗？不会的，因为它会增加牛排的香气。好，谢谢你。而且牛排的话，我们也选用非常复杂的工艺。旁边搭配的烧汁是一款烧制7天的长烧汁。这款长烧汁非常有特色。我们会使用大量的牛肉、牛骨、蔬菜以及香料，经过炒烤烹饪多种工艺，加入牛清汤，烧制7天制作而成。这块是什么呢？这块的话是一个千层土豆，然后旁边是手打土豆泥。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。好。因为他们之前的东西都太创新了，吓得我现在我都不敢认这些食材是什么了，都得一样样的问人。我要的是3成熟，火候把握得很好。我是不爱吃菲力的，因为不管你是 AM 级我还是 M 级都好，菲力还是瘦。但这个菲力风味很浓郁，很嫩。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煎烤前是先会用 A5 的和牛油进行油封。哦，对，所以用和牛油来油封，所以就是哇，就没有菲力那么油脂那么低感觉，因为它会带有和牛油的脂。对，怪不得这么嫩这么肥美的感觉。我完全不是托，这真是一家宝藏店。我试一下它这个号称7天的烧汁，还好吧，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，这个烧汁，但这个肉真的煎得很好，这个香气很浓郁。菲力的特点就是软，
嫩。如果大家在外面吃到一块菲力，又柴又韧，肯定不合格。就它带来那种感觉，没有剔骨啊，没有吸冷啊，那些给我带来的感觉那么肥美，那么的香。但是对于一块我不喜欢的菲力来说，已经是我吃过很好的菲力了。就是蘸盐、胡椒，比它那个七天的酱汁要好。柠檬叶子冰沙，是的，底部会有一个柠檬雪巴，然后上面搭配的是我们自制的一个酸奶油泡沫。这是一道预甜品，就是在甜品之前先预热一下的。很酸很清爽的酸奶油，柠檬的雪泡，酸，这雪巴还是太甜，但它上面的酸奶油用得很巧妙。一般我们做纽约芝士啊，会用到酸奶油，像这种专门打成一个泡沫在上面的很少这么用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白松露甜品，然后里面搭配的是白松露奶油酱夹心、榛子果仁酱夹心，然后底部是榛子可可达克瓦兹饼底，然后旁边是巧克力酥脆底。好，这道甜品也很复杂的样子。虽然是一个冰的甜品，但是我一切一开就能闻到浓郁的松露的香气，非常期待。哇，简直像吃了一口一大块白松露一样。他把一个松露做成了一个慕斯。哇，太棒了，这个甜品很香，松露的味道，松露油，怪不得这么好的店，我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冷清，可能受疫情的影响，可能这个位置不是在酒店了，不是在一些商场商业中心里面。这家店确实是一家宝藏的西餐厅。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家店呢？因为去年疫情刚刚恢复餐饮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些美食家来这里吃过，大赞，有的写文章非常好的评论，我就偷偷去私下问好不好吃，都说好吃，有些米花，有些白糖，很调皮，很像小时候偷吃的小零食。谁是炙手可热的青年女演员？完全不记得了。一会儿可以请主厨出来聊聊天吗？主厨吗？嗯。我去给他问一下，就是。问问得多长时间？等他忙完，不着急。最后，主厨兼老板出来聊天，我忘记开麦克风了。主厨很低调谦逊，不愿意出镜，也不善言辞，不像现在很多西餐主厨有一股高傲的时刻要压制住你的气势。他原来在国企做科研，因为太喜欢烹饪了，去了很多国家吃美食，看了超过200本西餐烹饪的书，完全自学，以一个理科男的思维做出了这家餐厅。我本来还觉得他们的定价有点高，但我见到主厨本人之后，我愿意为这样的人买单。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家宝藏餐厅。我刚才忘记开麦克风了，白聊了跟主厨。主厨很腼腆，不愿意出镜，笑容很朴实，就感觉像一个路人一样，不是像我见过的那些西餐主厨都一脸高傲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特别亲切。我刚才一直在赞主厨，说很有新意，很厉害，如何如何，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吧。比如说他第一道鹅肝，我觉得鹅肝的存在感不是特别强，反而那个口蘑的存在感很强，菜是没有问题的，我觉得不如把名字叫成口蘑，不要叫鹅肝了。像应该赞的地方都赞它，像龙虾那个炙烤的香气啊，那个扇贝的风味啊，浓缩做得非常棒，我都该赞的我都赞它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两个清口的雪巴
都太浓甜了，不够清新，不够清爽，这个意见我也跟他提了。还有最后的甜品白松露，大赞特赞，就完全在像吃白松露的味道一样。我问他这个松露是不是他自己熬的，他说确实是他们自己熬的，他们把用剩的那些白松露的边边角角自己炼的松露油。我说怪不得跟外面那些成品的香露油的香气都不是一个等级。等等等等，下次来我一定好好采访主厨。我是无所谓，一个要减肥的吃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转发，对我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。最后我去偷吃了一口朋友的蒙布朗，比我做的蒙布朗好吃。